那是刘海英开打的第一天，既然以前曾经有打过，他打过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或者不舒服？没有，啊，基本上如果以前打过都很 OK， 都很健康，那大致上是没问题。那接下来就是帮我们的市民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身体的检查，听一下我们的心跳，还有呼吸。如果来前面性的照顾，更多需要被保护的对象，所以特别又多买了22000剂。目前我们总共有91万剂来北卫施打。有没有感觉？没感觉，你看，没感觉，你好厉害哦，没感觉。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所有的民众，长者、幼者、慢性病、高风险族群的，赶快优先来施打。施打以后可以保护自己。感觉如何？没有感觉。没有感觉，那很好，健康就跑到你身体了。今年在这个施打流感疫苗的同时，我们特别也买了60000剂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，免费给我们65岁的长者来施打一剂。在今年虽然大家戴起口罩，但是不要轻忽流感疫苗的杀伤力。我希望大家踊跃到我们指定的场所来